受奖的超过1600位了，我们大家给戏影公司一个掌声好不好？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公司，不但企业经营的非常好，社会责任。品质夜光这样的企业，每年都赞助我们2次的奖学金，加惠我们彰化的学子，把咱的囡仔让专心去读书，无后顾之忧。我们奖学金对尤其对咱这个中低收入，这是不小的帮忙。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日夜光。还有细品，日月光跟细品现在也合并了，那日月光细品嘛，哈，还是细品日月光。看细品。哦，还是细品啊。OK， 好，那真的非常感谢他们这样的有爱心来捐助我们彰化市的中低收入的奖学金，非常感谢。第一大的一个公车厂哦，那目前厂区已经遍及中台湾，那跟彰化更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连结，这样子。那在这个求职季，那我们公司目前有开放大概1500个职缺啦，那这个遍及我们厂区，像台中啊、彰化、二里、尾都有在做全面的一个招募，那欢迎就是有次加入半导体这一个产业链，那把握。杨敏翰、杨怡珍、吴佩琪、苏以婷、苏伟伦、苏家人有洪佩珍、赖怡玲、叶佩佳、吴佩珍、魏品志、于雅君。恭喜各位受奖的同学，也谢谢黄经理的颁发，品公司来一个热心公益的奖杯。